主播在合欢山呢，越晚是越冷哦。那其实呢，中午是5度，不过呢，现在只剩下3度左右了，所以呢，提醒要追雪的民众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哦。不过呢，虽然没有雪呢，不过我们发现呢，其实在合欢山的山壁呢，出现了这个结冰的情况呢。其实呢，刚刚呢，路过的游客呢，纷纷都有停下来拍这个有结冰的美照哦。不过呢，提醒民众这个冰面呢是非常的滑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脚步安全。那这个范围大概有多大呢？真的是山壁只要有流水的地方呢都能够看到这个景象哦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陆续都有很多游客啊要来拍照做纪念，不过呢大家最希望的还是说能够追到雪哦，所以呢陆续呢都是还是有游客要上山过来。不过呢接下来呢这个路段因为可能会结冰，所以就会进行管制，到晚上5点的时候就只出不进，所以呢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，否则呢避免扑空了会造成遗憾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